过年了后，真侪人拢会想要转职，那是求职民众想要找头路，企业嘛同款咧找人才。为了协助彰化县来求职，转职的劳工朋友会当顺利就业。彰化县政府规划六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，头一场将伫二月十九号伫咧彰化县立体育场举办，每一场拢有提供千外个就业机会，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甲求职厂商前往参加。今年都将花冠第一场大型就业博览会，将伫二月十九号伫将花冠立体育场举办，有五十五间厂商提供1700个以上的工作机会。将花冠长王惠碧表示，为了协助县内求职专职的劳工朋友会当顺利就业，将花冠政府伫今年是规划办理六场大型就业博览会，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前往并去。那我们为了协助彰化的乡亲能够顺利的来就业，那并且呢来解决企业人口缺口的问题哦。那今年我们呢挹注了210万来办理6个场次的一个这个就业新起航新福齐飞扬的一个博览会哦。那我们呢第一次举办会是在2月19号在我们的体育场来举办哦。那因为刚过完年，那有的人可能就求职的需求比较高，那企业有的最近订单满满，也需要更多的一个这个员工哦，所以我们会在2月19号。那这一次的这个每个场次我们都会提供到1000个以上的一个职缺哦。那分别会另外在3、5、7、9、11那逢单月我们就会来举办啊，而且因为不同的一个这个劳工的一个区域，公司的区域会做不同地区的一个这个举办调整哈。另外，为了协助青年就业。彰化县在今年3月也将成立青年发展处，专职推动青年发展政策，来协助青年事务。我们在3月份会成立我们的青年这个处哈，那这个青年发展处的一个成立，就会这个专责来推动我们青年发展的一个政策，青年创业辅助跟创新的一个培力，还有建立我们公共这个参与的一个平台，青年居住以及相关的一个这个资源的一个整合哈。那在这边，另外我们还跟希望就是说调高我们的劳工的一个薪资哦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企业界你用我们18岁到29岁的应届毕业生的这个部分，如果你薪水提高到27000的话，我们每个月还会再拨1500，那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加薪6个月哈。为着让求职的人发挥人才，找到好头路，这届求职活动特别规划4大主题，提供专业职业咨询服务，进行就业咨询。另外，为了协助企业求职、民众求职，更加推出专业技能训练，甲多项就业促进方案，来协助民众强化本身的竞争力，增加一场优势。新中华新闻台林中华采访报道。